樂隊 Beyond 已故主音王家驅墓碑遭到破壞， Beyond 成員分別在社交平台譴責，朝早有歌迷去到墓前獻花。王家驅墓碑仍然被白布遮蓋，來自深圳的王家驅歌迷在墳前獻上鮮花和生果，他說對事件感到痛心和悲哀，又說人家可以不喜歡王家驅或者他的音樂，但不可以傷害他。王家驅弟弟王家強在社交平台質疑，破壞者傷害別人會得到甚麼？真的會是流量密碼嗎？鼓手葉世榮說，破壞墓碑的行為可惡，必須受到法律制裁。另一個成員黃冠中說，當做壞事的理由是為了引起關注，又容許它繼續發生，這個世界不動嗎？